的怪胎。那为什么叫美丽的怪胎呢？就是我写了一首歌，叫做是一个女生嘛，那个女生就被男朋友甩了，甩了之后就一直去整形，然后整形她就觉得说整形大家就会注意她，所以她就越来越去整形，像那个叫什么那个法拉利姐这样，就一直去整形。然后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说，大家其实应该要让自己的样子去让别人喜欢，而不是做一个别人喜欢的样子。就比如说别人说你长得像陈汉典，那你可以不要听啊，你可以就是想办法证明你不是陈汉典之类的。我不是啊。OK，那陈楚河。好了，就这样。Beautiful freak。P 大哥，那个我吉他的监听可以更多一点。谢谢 P 大哥。有人要整形吗？整形举手。我不开心，我就不唱啊。整形的歌，没有就不唱。阳光。
谢谢，那结束了，这首歌结束。哎，谢谢很多那个人来看我们。